狂拍猛拍，就是要将眼前画面完整记录。但这里不是网美景点，而是外界说的严家南屯招待所。我们刚好是假期哈，假日刚好找个时间来这边看一看，来关心一下我们台中的事务这样子。严家招待所卷入违建和占国有地争议，拆除工作还在进行中。虽然建筑物本体被铁皮团团包围，但还是阻挡不住民众好奇心，把握元旦连假最后一天前来打卡拍照。大家嘛，大小看，贵的贵的。不止南屯招待所打卡民众络绎不绝，严宽恒建于沙鹿龙井的三鹿里庄园豪宅也变成朝圣地点。对啊，专程来看看豪宅长什么样子，沿路问啊。因为住址 Google 不到啊，我就沿路问人问进来的、啊。我们很有热忱，我是来留恋啊，希望这阿伯一定会拆掉，两个无拆掉的真正是实在无天理啊。有民众专程骑车从南部冲台中，就为了和庄园合照，还有人自备超长自拍棒，穿过雕花铁门往里拍，只为一窥庄园内部美景。但对于自家变成打卡景点，严宽恒没正面回应。谢谢。817招待所的违建什么时候会继续拆除还没个谱，反倒在元旦连假意外变成民众的打卡圣地。台视新闻林蔚之、王子瑜、孙雨丽台中报道。